只 boss 如果打得够快的话，一轮刷，没去上，实际上也没难度。没有难度。宿舍人群自己吗？OK。战士在对面，我去人群的，我去人群的。我生坦可以狙了，去不到，狙得到太远吗？了。狙不到算了。我去第二狙个，我可战以士取也狙我不的到吗？吧？没事，去战士，我去战士，我去战士。清空了，清空了，分快散了，快分快快，散点那了，个清空了，清空了。变小，我再去，变小，我再牛去。逼，准备去我。我知道，我去了。再打拳走服用了，我上，走了。我去房企，我去房企。我先旅套大长，圈，先刷血，先刷血。刷起来，打进 P 了，不管怎样，打进去。打进去啊！打进去啊！打进去！打进去！管了，不管了，不去了。不取了。OK，我的血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哎，打弹组，打弹组就位，打弹，打弹，断打了弹。一段了，右边。断断，右边谁二段呀？哎，一 k 一个人断吧，一 k 断。就剩你们俩兄弟了，好吧？他们，我看他们是没有区的，所有人不区。不去会炸的，兄弟。不会炸，不会炸，就是炸了一下伤害比较少，但是不能死，死了就炸团了。运气而已，他刚好变小的时候结束了。没有全。他转 P2 的时候，全团都有。我看金庸打的，他们是因为打得快，就刷的时候我看的就是刷的时候进的 PR，刚就是刚刚那把嘛，我看。他们刷出第二轮 debuff 的时候，那 boss 已经13%。所以你们怎么样？继续正常打吗？这把你不去试一下吗？一个都不去吗？你跟他们说一下，这把一个都不去，都不去的，都不去。你打字跟那几个治疗说一下嘛。记得我们第一把好像就是因为不去上直接灭吧。Four, three, two, one. 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下水。还有人在区啊！我的妈呀！啊，区就区吧，不影响的话，你就留着那些。第一是好处理这个变区掉，小了，变小了，根本就没伤害的。是啊，所以你就只炸自你己，后你放任他们。后面不区吗？你 DH，你躲一下他们。准备星控。星控，星控，星控。我残了，我残了，来看看。现在就别区了，来好就行了。来好就行了，不去了。这你进拉都拉不到人。圈套圈无所谓。打算没分。想怎么去怎么去。我去没人的地方吧，我一个人能搞定一个。先打哪个啊？随便，你们右边人对多面那是个。吗？就那一个，你自我要己挂标了，不我牢，操！有权限你自己标不牢。到时要挂了，加一口。凉了。下一轮 debuff 刷新，前一轮爆炸，怎么可能不去啊？